刘火头，我又怎么了？天天在学校给我惹娄子。没有啊。第一，先说你那考试，你为什么一个字不写？不会呀、啊，老师都说了，前三题都是送分题，你为什么还空着？不是说好了送分吗？最后他不送，是他没有契约精神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的妈了！主公别生气。第二，你上课是不是睡觉来着？老师说了，不听可以，但别影响大家听课，所以我就睡了。阿斗，这没错，上课睡觉也没什么。我那会儿也爱上课睡觉。亮子，你那会儿上课也裸睡吗？第三，你还总不交作业，你告诉我，你这都跟谁学的？跟你呀、啊！放你的屁！我都多少年不上学了，怎么跟我学？那天我听见妈妈骂你说，你这完蛋玩意儿，都多长时间没交作业了？孔明，你们有啥实力联合我们抗击嫂子？你说你们惹他干嘛？你们这不就是空着肚子吃巴豆，没事找事吗？曹操哪里可怕了？你别睁着眼睛乱说。乱说？人家都已经派出百万大军和一大波将领奔着我们来了。谣言都是谣言。以曹操为人秉性，他若真有一大波将领，他能舍得派出来吗？都督有孕在身还坚持工作，亮十分佩服。你给我滚一边去。亮就不滚。你说你们刘元德什么档次，就惦记着跟我们合作？我家主公原先确实比较拉，但听了我在隆中出的方案之后，早已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行了行了，别在那儿元世祖学树敌，不必吹了。怎么是吹呢？当时我是这样教我们主公的。将军您看这个字儿念许，就是让你小点声的那个许。许。哎，对喽，真聪明。这个字念吴，高清吴马的吴，也就是五指姑娘的那个吴呗。对对对，将军真棒。今天咱学一个登黄鹤楼好不好？好。这黄鹤楼啊，都他妈涨到19一盒了。你等会儿吧。好家伙，你俩这是文盲教弱智，一个敢教一个敢学着吗？别急啊，后面还有呢。将军您若想打败曹操，您记住了，曹操个小，别近身，先放波。他如果跳过来，赶紧接升龙，趁他倒地的间隙跑过去，萧峰加葵花三式，他多半会晕。停停，干嘛呢？按你这节奏，后期你也别写什么出师表了。那写什么？写出招表吧。也不是不行。雷霆万钧。你他妈的亮子跟我这滚刀是吗？都督冷静，气大了伤胎。什么？伤肝。那我问你，你们刘玄德对于打败曹操有几成把握？这我哪知道。不是你跟我这儿郭凤孝面前玩变相，郭佳佳呢？没有啊，我一般爱急停跳投。你怎么不再来一套欧洲步？欧洲步我知道，凯撒、凯子熟，都哥们儿。你可真是大愚弱智啊，滚回去问去。问就问呗，骂什么人呢？主公，公瑾让问你，打败曹操您有几成把握啊？这一成吧。一成吧，八成把握。还挺有自信。我家主公比较低调，这还是收着说的。那你们现在有多少兵马？咱现在兵力有多少？大概齐加上副将20000多吧。我们现在光副将的爸爸就有20000多。都督你想想，有的一个爸不止一个儿子，这得多少副将，副将手下里多少人，我现在分兵都不知道怎么分了，每一路都太挤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哪个网红店开业哭着或者排队呢。你们刘玄德就是个卖草鞋的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联合？您之前除了织席饭具还干过别的吗？我那会儿还给一个张员外养过马。我家主公原先在天庭给玉皇大帝养过天马，经史都归我家主公管。涙より優しい。好家伙，那你主公上一个领导是不是姓孙？没错，就叫孙氏。孙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孙行者。主谋将军放心，您忌讳的那些我都知道，不会说的。那也没啥用啊，我们还可以离间曹操和他武将的关系，咱内部有人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家二爷在曹操那儿有哥们儿。谁？张辽张文远。赶紧让他滚，打车滚。